真的不去，真的不去，大哥。我就这么个心意，是吧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，你跟着我，今天我招待，我招待一下。哎呀呀呀呀，行，一领了就行了。您跟着我走，跟着我走啊。开着挖掘机去西藏的路上，今天终于要到达拉萨了。别问兜里多少钱，就问你的青春还有多少年。大家好，我是挖掘机小何。兄弟们，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，从宁夏银川出发，途经甘肃、新疆，今天终于要到达西藏的拉萨，还有几十公里就到拉萨了。你看看，又被人给拦住了。啥情况？你是那个小何师傅？你好。我请你吃个饭，也很辛苦。哎呀呀呀呀，不用，我车上啥也有，吃的喝的啥都有。我这马上就到拉萨了，近得很。到拉萨我啥都能买。都两个来月了，很辛苦很辛苦。因为作为山东人呢，我这个很好客。您是山东的？对，我山东的。山东的大哥，对，我在这待了几十年了。你在西藏待好长时间？我待了。不用了，好，心一领了，心一领。你跟着我走。心一领。跟着我走，跟着我走。心一领了，真的不去，真的不去，大哥。我就这么个心意，是吧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，你跟着我，今天我招待，我招待一下。哎呀呀呀呀，心一领了就行了，您跟着我走，跟着我走啊，跟着我走。哎呀呀，那让我说啥好呢？这跟着我走。好嘞。哎呦，这山东大哥也太热情了，不愧是好客山东人啊！走吧，兄弟们，今天晚上有好吃的了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藏得够深的，我发现你啊，你不姓袁的吗？你是两个多月，从银川到这个新疆，开着新源这个挖机啊，这个辛苦了。张爷，我车给保养了。哎呀，没事，我这免费给你保养。好，谢谢。好嘞。感谢啊，特别感谢咱们拉萨新源办事处的刘哥。我的妈呀，这让我说啥好呢？真弄的这，哎呀，太不好意思了。来，谢谢。我们来给小贺接风洗尘。感谢刘哥。兄弟们，不知不觉啊，我已经出来两个半月了，全程行驶大概有8000公里左右，一路走来不容易，但是特别要感谢一路支持我的人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亲爱的叔叔阿姨们，亲爱的哥哥弟弟们，亲爱的姐姐妹妹们，感谢你们。在我自驾挖机的旅途当中，我一直怀揣着感恩与敬畏之心，在我身后支持我的永远是你们，如同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，照亮我前行的道路。未来的日子或许我依然会充满挑战，但请相信我会带着你们的爱与支持努力拼搏，不负大家的期望，继续前行，发挥自己的余热。有你陪伴，有你守候，最舍不得与你分手，最舍不得让你泪流，这次相聚铭记心头，今后的路要常伴左右。该结束人生啊，朋友，我该与你们默默相守，该谢现在以后风雨同舟，宁愿的风一起追求，该结束人生啊，朋友，我该与你们默默相守，仍坚持这次分别不是永久，一次的聚首，我会一直加油。在这灯光闪耀背后，在这华丽舞台前头，已走来很久很久，有你陪伴，有你守候，最舍不得与你分手，最舍不得让你泪流，这次相聚铭记心头，今后的路要常伴左右。我还与你们默默相守，但是现在以后风雨同舟，明天的风一起追求，感谢所有深爱我的朋友，我该与你们默默相守，今这次分别不是永久，期待这一次的聚首，我们一起加油。
冷之夜，黑夜遨游，向光明的尽头。就像爱指引我，努力没有理由。感谢三三的朋友，我们与你们默默相守。现在以后风雨同舟，明天的梦一起追求。感谢三三的朋友，我该与你们默默相守。感谢这分别不是永久，一次一次的聚首。我们一起加油。